我们现在在六本木欣赏一下东京的圣诞节。哦，哎，他们那个桌上的酒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想喝？他们有鹿哎。真的，还有圣诞老人。昨天有人跟我说我是鹿，我就鹿。在这吗？他同伴，同伴。这是一个由 Volkswagen 赞助的圣诞市集。Volkswagen 连冠名赞助，冠名赞助播出事情。那里，哇哦，好美哦！旁边是东京铁塔，这样子。你看，大家都站在中间狂拍。聚集的群众站在车道中间拍东京铁塔，对，你说疯狂不疯狂的这位姐姐啊？请假吗？有人今天收到他的忘年会公司寄来的相扑火锅礼盒，直接送到你家。嗯，对，然后线上尾牙。参加忘年会，参加线上忘年会，忘年会，忘年会，线上忘年会，尴尬。出来了，厉害日本酒。东京的一家一整栋都是卖包材的店，然后对，然后现在我们是到了六楼的卖食物包装盒的地方，这位大姐就异常的开心，看到不管是看食物还是包装食物，她都很开心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你看这是装可丽饼的，对对，好可爱，寿司的，嗯，松卷。我们是来找过年的时候要做寿司料理的，哎，好像在那边呢，那里。嗯，这应该就是那种便当盒吧？还是可以自己组合吗？可以吧？那可以吧？啊，OK。我看起来有点像，但好像不是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找哈。最后我们在门口找到了。找到这几个盒子，贩卖各种，没有到各种，就是有好几个颜色，大部分是木头的，然后还有这种金光闪闪，跟这种上面是有漆的黑色的盒子，还有卖这种隔皮，里面那种隔盖料理的这种板子，让自己去挑。所以正在认真挑选的兔皮地，我们。东西都是买现成的，但是有几样也是会自己做的，虽然还没想好菜单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还有卖一些这种很可爱的装饰，嗯，放在手机料理里面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不明白，这个招财这个东西。好，是的。那等我们想一下。然后期待一下我们的手机料理。Yeah, 我们终于准备好我们的菜了。Finally， 所以我们的手机真的是，对，看起来很厉害，但其实它是随手捡来的纸盒子，不是啊？对，东京香蕉。它是东京香蕉，Tokyo banana， 它的壳，然后被我们拿来做手机。这是他做的不，我们一起做的 OCG 料理，不是我做的。对，前面都不是我做的。前面，但基本上大部分是我只有改东西。你改了，让他觉得非常的高级。耶，开动了，呜！いただきます。
超近路的，嗯，超近，在等头那个开门抢头香的那一刻，跨年倒数。我听到人家倒数，但我一直听不到。吃东西啊，就是很大的会场。好，这边是主会场啦，还有打弹珠的。我们现在来到咸酥鸡摊，在等我们的东西。有好吃吗？难吃。台湾是点亮的光芒，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喜。要点灯了，好紧张哦！点完灯是怎样？6、3、2、1，点灯！哇！对，东京铁塔，今天是点台湾国旗的颜色的灯。这位大姐看到这里有卖很多台湾的东西，她就开始不行了。你是不是看到什么都想买？康康买汉家餐一碗卖多少？啊，我想要沙琪玛。买这个，嗯，要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你不是想要买关庙拉面吗？我想买刀削面。哦 ，OK， 可以啊，可以。我都会订那个，我都会附粥哎。长春的牛肝。祝福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，Joy Positive， 谢谢大家。耶，我们今天来什么？提早围炉，小年夜围炉。小年夜对。然后我们已经吃完正餐第一轮了。对，我们已经吃完一轮了。对，已经吃完一轮，现在在吃点心。看一下我们的汤圆。我们还送汤。对，好可爱的。像个小屁股，没错，但它里面是包红豆，已经吃完了。啊、春到福到，还有什么财到财到财到，财到，没错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耶！那我们要继续吃了。对，今天是除夕夜，来这家叫什么来着？沸点 ，Bowling Point，Bowling Point， 吃除夕夜晚餐。吃非常台味，这里整间，不要说整间，大概95%是华人，台湾人吧，对。然后我们点了很多很多的，在这里很难很难吃到的东西，包括这一碗麻辣是什么？那它要抖动的样子。鸭血，然后根据小编的评论，他说怎么样？颤抖是真的，颤抖是好吃的鸭血。然后午餐店买的，继续吃，然后等下一道菜。啊，拜拜。现在 Coco 在做一个。下载游戏就可以送一杯中杯饮料的活动，然后这位大姐非常开心的，就立刻下载了游戏，拿到了一杯中杯珍珠奶茶，哇！非常开心，新年快乐，喝免费开心，喝免费。
中文在说。你知不知道 Coco 那家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们台湾的。Coco 赚了我多少钱？喝他一杯免费的不为过，是吧？对。好，那待会就喝大口一点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在做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刚刚去中华超市买的。生日蛋糕。其实橙子不要也没差吧，还是它会。嗯、OK。宵夜。过年的感觉。对，海外台湾人只要过年有吃这种感觉，就觉得很开心。不用吃大鱼大肉，因为碳水。对，碳水有很多碳水就蛮。有拍照吗？有。啥都拍到了，辣不行，辣不行。吃饱饭之后去中华超市买了一堆东西，冷冻库一塞饱。做的汤淋，因为是菱形的，所以叫汤淋。对，因为懒得搓圆，所以就变成菱形。新年快乐，拜拜！新年祝福，我们来走。